什么？你要追求乔老师？谁说我要追求？你刚自己说的嘛。我是要泡他，懂不懂？泡他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他是老师，老师，你说这话不怕被人听见啊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不觉得他挺可爱的吗？见到我都紧张成那样，往前走一步就往后退一步，简直是害羞的大男孩。杨夏，你怎么了？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那就当重新认识一下我嘛。哎，但是我也挺好奇的哈，你说以前也没见他这么害羞啊，怎么现在这么害怕跟我接触啊？前天不是刚跟你说过吗？现在学校里谁不知道他的事情？面对女学生，他当然得小心谨慎一点了。你发烧了？我刚跟你讲过，乔老师，啊，你还说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，你忘了？我记不太清了。哎，你再仔细跟我说一下。乔老师，乔老师是当年师范大学语文系上下四届的语文状元。据说高考的时候，只是作文被扣了两分，其他的全对。加上人长得帅，大学人称乔治魔。大学时期的乔治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本书，路过的女生都对他投以热烈的眼神，乔就意气风发，对路过的女生下意识地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女生们都兴奋不已。乔俊因此在大学期间收获了好多段爱情，乔俊一路顺风顺水上到了大四，被分在一中实习。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创造了连续好多节课的零睡觉率，他是同一批实习生中最早拿到我们学校。恭喜你。谢谢校长。恭喜。然后呢？继续说。刚刚说的呢是大家都知道的版本，但其实呢他离开一中是另有隐情。你愿记着我就记着我，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上有我。乔老师文雅的气质在一中吸引过很多女孩，但乔老师对这些女生从来都很有分寸，从不乔老师，要不您先骑我自行车走吧，我给您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单身才子，直到有为什么不爱我？我是命，一切。后来，乔老师被几个老师救下来，他闹自杀的事儿惊动了全校师生。坊间传闻，乔俊当时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六岁的女人，听说那个28岁的女人当时已经有了男朋友，这件事儿让乔俊在大家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。实习结束后，他没办法继续留在一中，才来到了我们学校。太可怜，这么大的心理阴影真的是太可怜了。杨夏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还是跟乔老师保持距离为好。哎，美丽，你还是别杞人忧天了吧。走吧，起来玩会儿球吧。嗯，好。嘿，好。啊！我要一会儿再去。你们是3班的吧？我叫梦然，我是6班的。一起玩会儿呗。
好，我还去一旁看看吧。哎，好，来吧。真的，你看几班的？六班，六班的吧？梦然哈，啊，梦然。楼下看小亮打球呢。你鬼鬼祟祟的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刚把亮哥送出去，亮哥说下午有什么事儿，去什么证券公司，刚给他搬出去。都什么时候还想去公司？也不知道怎么想。你吃饭了吗，楼下？哎，打挺好哈，你们俩好酷啊！哇，棒棒！哇，好厉害！太棒太棒太棒了！耶！好的好的好的，你们俩好酷，太棒太棒了！吃个水果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哎，这不是你能进的地方，赶紧出去吧！啊，出去吧，快快快，出去吧！哎，快快，出去！这是干什么呢？王总，我见到你太开心了。你可能现在不认识我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都跟你说清楚了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呀？哎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下次见。就剩一瓶了，你喝吧。不用了，你喝吧。一起喝。谢谢。你球打得不错，加入篮球队吧。不用了吧，我可不是个听话的人。万一队长很难缠，我岂不是连球都打得不痛快？我很难缠吗？我就是新上任的篮球队队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知道。我明白了，来吧，欢迎加入，请多指教。不是，王总，你别笑啊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小朋友，读高中几年级啊？哦，这个不重要。以我现在的情况呢，我已经耽误公司11年后的一个大项目。我昨天仔细想了想，觉得没关系。既然我穿越回来，我又知道公司未来的一切走向，我相信我有能力让公司未来的市值提高10倍。这是我准备的几份资料，王总，我觉得现在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就靠这个，啊，你是我11年以后公司的员工，应该是7年半以后我进的公司。小朋友，说句实话啊，以你的这个年纪，知道这么多的专业术语，还对我们公司这么的了解，我真的感觉到很意外。但是你这么缜密的逻辑思维，我觉得你长大当一个小说家可能更适合你。不是王总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王总，你现在应该让我赶紧的恢复职位，快速的投入到工作中来，我早一点出手，我们公司未来10年会过得更好。如果你特别需要工作的话，我觉得麦当劳的暑期工怎么样？王总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要相信我。跟前台说一下，咱们小孩都放进来了，赶紧出去吧！啊，我不是小孩，王总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能提高10倍。王总，我王总，11年以后的员工。田美丽，你别吵！说谁呢？说你呢？骂谁你？嘿，怎么的？你吵我！
老师来了。毛亮同学呢？老师，毛亮上厕所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同学们，咱们之前说的文艺汇演的事情，不知道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师，咱们班必须白小宁啊！老师，白小宁，白小宁，白小宁。白小宁同学确实在文艺方面表现很突出，可以代表班级参加。但是这次学校的意思是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参加。那其他的同学有没有想报名的呢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那梁夏同学也算一个。如果其他同学也想报名的话，可以下课的时候来葛爽同学这儿报名。来，我们上课。把课本翻到第9课。没人相信我，难道真的要把17岁再来一遍？亮哥，咱俩报个明白，上回你可答应过我，咱俩弄个组合，好好的露一手。这么好的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啊，到时候咱俩肯定一鸣惊人，肯定是所有女孩的焦点。自己去吧。啊。不是，亮哥，你前两年还在学新歌，你看你唱歌这么好，不上台简直太可惜了。你说这么好的机会，咱们不能浪费呀。亮哥，我求你啊。嘿，梁夏，小宁，你们准备表演什么节目啊？要不咱们合唱一首啊？歌曲你们挑，我给你们 rap。得了吧你啊，趁早放弃吧。有这么一个精英成功人士在，折腾了半天还是跑回来上课了，能有心思演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没意思啊，我就说你这么成熟稳重，校园生活不适合你。走吧。嗯，不是，哎，梁夏，小宁，胖子，哎，不是，亮哥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以前这帮女孩都围着你，我在你身边吧，你说。白小宁啊，梁夏呀，都对我有说有笑的。亮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隔壁班的赵光一直想让我跟他混，我为什么不跟他混呢？就是因为他女生缘太差。你看你现在，既然真的回不去，那你把17岁重新再来一回。什么一回？今天等一回，下台走一回，梦里寻家千百回，行啊，亮哥。我不是在说唱歌，要去你去吧。我怎么又是了我？不是亮哥，太好了，你们俩合作肯定能一鸣惊人。要不然咱们下午找个地儿练习练习去吧。可以呀，哎，小宁，你觉得呢？好啊，我们可以找一些演唱会的光盘看看。可是我们去哪儿看呢？回家呗。我爸妈都不让我看演唱会，说耽误学习，我们家肯定不行。我们家没有播放机，也看不了。等下，你家呢？我想了一个地方。梁夏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带我们来这儿看碟还不花钱？我刚说的，你们都记住了吧？万一被人抓着了怎么办呀？怕什么？有我在，绝对没问题。17岁，想玩点刺激的，走喽！你好，我家人在这儿，帮我订了一间房间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。好的，小姐，请问您可以出示一下证件吗？好像是我家人的身份证办的，303房间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小姐，303房间已经有人入住了，您是不是打电话跟您的家人确认一下呢？哦，那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？小姐，那边是公用电话处，您可以借用那儿拨打电话。在哪儿？一直往前走，然后是公用电话处。往前。对，左拐。左转是那儿吗？啊，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梁夏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一会儿咱们是想住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吗？当然了。那
人小姐。三位小姐，你们是在哪个房间入住啊？发呆的路边，回到单纯的从前。教室里面，夕阳曾透过的瞬间，还有手中发黄信笺，躺在回忆的那一页。每一天一圈，睁开眼，我们都还是无忧少年。那时候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整天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整年，我们的誓言好的再见，却让我无法再见那曾经闪亮的从前。喜欢你，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生。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，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，感谢生命里常遇见你。 Miss 梁夏，魔法巧克力已送到。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。我说怎么穿越来的？当晚来寂静，夜色微明，当暴雨过去，天色放晴，我期待和你画下绝风景，勇敢做回我自己，去活出意义。在滚烫的回忆，也不过是回忆，别再让梦想都停。28岁，
谢谢你让我感受此时此刻，谢谢你让我闪光。28岁，做回我自己。其实我还未成年呢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刘远辰，我在网剧《28岁未成年》里饰演马田。马田呢是一个从小就喜欢撩妹，但是各种不顺利，各种倒霉，最后竟逆袭成为高富帅。关注网剧《28岁未成年》，关注微博视频台，想知道马田是怎么样成为高富帅的吗？赶紧来关注我吧。